外棒，一垒是空的，这个传球要注意哦。刘彦宇抢本垒，抢本垒，哎呦，真的被偷到了。哦，打者是三振出局，但是呢，传一垒补这个三振的过程呢，他三垒的跑者刘彦宇，他终于跑回来得到了分数，8-4。他就是在这边虎视眈眈哦。那当然有经验一些捕手，有时候他对自己传球有信心，他会先看一下，眼神把你逼退之后，他再往一垒来做送球。我只能说这个完全是得力于这台东所有的跑者，他跑步均速是快的。